Hello， 小朋友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小猪佩奇和我们的乔治猪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积木玩具。我们一起来和我们的小猪佩奇来组装我们的这一款积木玩具飞机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零件，这是我们的飞行员，这边还有我们的说明书，我们可以对照说明书上面的步骤来拼装我们的这些玩具。这是飞机、旗器、无人机、小型潜水艇、滑翔机。现在我们来拼装我们的小型潜水器。这是我们的小型潜水器拼装完成。这是我们的潜水器，我们可以帮我们的这一款小型潜水器把它重新组装变形。现在我们来拼装我们的滑翔机。这是我们的滑翔机组装完成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滑翔机，上面有我们的小猪佩奇和我们的乔治猪。我们可以帮我们的滑翔机把它变成我们的飞机旗器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嘴巴。这是我们拼装好的这一款积木玩具，就拼装完成。我们拼装了三种形态的飞机，我们就为大家一起分享到这里。
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。拜拜。